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坐禅第五根正版，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目录卷首序赞各一编，经行由第一般若第二疑问第三定慧第四坐禅第五忏悔第六机缘第七顿见第八宣召第九副主第十副录缘起外记历朝崇奉世纪次世大建禅师碑大建禅师碑佛一名八目录中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古云比丘得意传妙道虚玄不可思议妄言的指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坐于多子塔前拈华于灵山会上似火与火以心应心西传四七至菩提达摩东来此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有可大师者守于檐下误入莫上三拜的岁首一少祖开禅正宗三传而至黄梅会中高僧七百为富冲居士一纪传一为六代祖南顿十余年一旦以非风翻动之机触开印宗正眼居士由是住法登坛印拔陀罗旋记开东山法门为使君命海禅者录其语目之曰法宝坛经大师始于五阳中至曹溪说法三十七年沾甘露未入圣超凡者莫计其数悟佛心宗行解相应为大知识者明载传灯为南岳清源执事醉酒近得无巴鼻故出马祖石头机智原名玄风大阵乃有灵迹为仰曹洞云门法眼珠宫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门庭险峻启迪英灵纳子奋至冲关一门深入五派同元历变炉锤规模广大元起五家纲要进出坛经夫坛经者言简一封礼名是备具足诸佛无量法门一一法门具足无量妙义一一妙义发挥诸佛无量妙理即弥勒楼阁中即普贤茅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财余一念间圆满功德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习乎坛经位后人劫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得意幻年常见古本自后便求三十余载尽得通上人寻道全文遂堪于无中修修禅安与诸圣士同一受用唯愿开卷举目直入大圆觉海续佛祖慧命无穷思于志愿闷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中春日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宋明教大师气松转赞者告也发经而普告也坛经者智人之所以
宣其心也，至人为六祖篇内同何心邪？佛所传之妙心也，大哉心乎！姿始变化而清净常若，凡然甚然，悠然显然，魔所处而不自得之，甚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变也，明也者复也，变复虽殊而妙心亦也。使释迦闻佛以是而传之大归士，大归士相传之三十，三世者传诸大鉴，六祖是号大鉴禅师，大鉴传之而已，传也。说之者意义多端，故有名同而实异者也，故有意多而心异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缘虑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坚实心者，若心所知心亦多也，是所谓名同而实异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灭心者，曰烦恼心者，曰菩提心者，诸修多罗其类此者，殆不可胜数。是所谓意多而心异者也，亦有觉亦有不觉意，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谈经之所谓心者，意意之觉意，心之实心也。习者圣人之将引也，乃命乎归是教外以传法之要义，其人至机而忘返，故欲后是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盘曰：我有无上正法，昔以父主摩诃迦叶以天之道存乎易，的之道存乎简，甚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谓也。圣人之道以要，则为法界门之枢机，为无量义之所会，为大乘之追轮。法华岂不曰：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华严岂不曰：以少方便即成菩提，要乎其于圣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谈经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明若空，若灵若寂若心，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故迷于万物，谓之万物，故统于一物，一物由万物也，万物由一物也，此谓可思议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议也。
天下谓之玄解，谓之神会，谓之绝呆，谓之末体，谓之明通，一皆离之浅之，浅之又浅，亦吾能治之为。其果然独得与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量乎？推而广之，则无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则摩索不当也。失于正信，则所见至清；失于修心，则所意至正；失于崇德，辨惑，则真妄易显；失于出世，则佛道速成；失于就是，则尘劳一歇。此坛经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彼未及心及佛浅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追探的而浅，地以屋漏窥天而小天，岂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虽既甚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贯之，合乎群经断可见。以至人辨而通之，非欲明子不可测也，故其显说之有伦有义，密说之无首无尾。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顿者得其浅，可拟乎可易乎？不得以旷之，则圆顿教也，最上乘也，如来之清净禅也，菩萨藏之正宗也。论者谓之玄学，不亦详乎？天下谓之宗门，不亦疑乎？谈经曰：定慧为本者，去道之始也。定也者静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观之，静以安之，安其心可以体心也，观其道可以与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谓也。为万善虽殊，皆正于一行者也。无相为体者，尊大戒也。无念为宗者，尊大定也。无住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圣之达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资也。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故曰大也。无相戒者，戒其必正觉也。四宏愿者，愿度度苦也，愿断断即也，愿学学道也，愿成成即灭也，灭魔所灭，故无所不断也。道魔所道，故魔所不度也。无相颤者，颤非所颤也。三归戒者，归其一也。一也者，三宝之所以出也。说摩诃般若者，为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圣人之方便也，圣人之大智也。故能记之，明之，全之，识之，天下以其迹，可以泯众恶也。
天下以其名，可以及众善也。天下以其权，可以大有位也。天下以其实，可以大无位也。至以灾般若也。圣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物，非夫般若不疑也，不当也。至人之为以般若正，不亦远乎？我法为上上根人，说者疑之也。轻误重用则不慎，大放小受则过也。从来莫传吩咐者，密说之谓也。密也者，非不言而暗证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折谤诲，为百劫千生短。佛种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伪乎谈经之作也。其本正，其讥笑，其因真，其果不谬。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视之，如此复之，浩然佩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虚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谓本，推而用之之谓基，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谓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果不异乎因，谓之正果也。因不异乎果，谓之正因也。基必固乎本，谓之待用也。本必固乎基，谓之大成也。成也者，圣人之欲道也。用也者，圣人之起教也。夫圣人之道，莫至乎心；圣人之教，莫至乎修。调神入道，莫至乎一乡；止观鬼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资一切界，莫至乎无相；正一切定，莫至乎无念。通一切智，莫至乎无助。生善灭恶，莫至乎无相界。笃道推德，莫至乎似宏愿。善观过，莫至乎无相忏。正所去，莫至乎三归戒。正大体才大用，莫至乎大般若。发大性悟大道，莫至乎大智。天下之穷理尽性，莫至乎莫传。欲心无过，莫善乎不谤。定慧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得之端也，无念之宗解脱之谓也，无助之本般若之谓也，无相之体法身之谓也，无相界界之罪也，四弘愿愿之极也，无相忏忏之智也，三归戒真所归也，摩诃智慧甚凡之大梵也。为上上根人说直说也，莫传传之智也，戒谤戒之当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正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复明，所以正也；以被成者复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正也。至人黯然不见其威仪，而臣德未行矮如也。至人颓然若无所持，而道显于天下也。盖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正而正之也。于此乃曰：往修往正，往因往果，穿凿从。左敬谓其说：谋乎至人之意焉，依放戒定慧而必趋乎混茫之空，则无未如之何也？甚乎寒食逆心而服食，食与夜相成寻诸响而未始习也。象之行之，人与物偕身，纷然乎天地之间，可胜数邪？得其行于人者，故万万之意耳。人而能决，己其先矣。圣人怀此，虽以多益发之，而天下犹有所不明者也。圣人就此，虽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犹有所不省者也。贤者以治乱，不孝者以愚庸，平平之人以无忌昏，及其感悟而发，喜之怒之哀之乐之，亦必者万端。黯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成于圣人之言，则继之薄之。若蒙物而望远，未有也未无也，未非有也未非无也，未亦有也未亦无也。以不见而却必固，终身而不得其审焉。海所以在水也，鱼龙死生在海而不见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终日说道而不见乎心。悲夫，心故微妙悠远，难明难凑，其如此也矣。圣人既隐，天下百世虽矣书传，而莫得其名焉。故谈经之宗举，乃直视其心，而天下方之极正乎性命也。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视阔如也。王氏以方乎？世书曰：其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斯言尽之矣。涅槃曰：始从路也远，终至拔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是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不依语者，以义实而语假也。曰：依智而不依实者，以智智而实妄也。
曰一。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者，以了一经尽理也。而菩萨所为即是宣说大涅槃者，为自说与经痛也。圣人所谓四人出世，即四一也。护持正法应当正之者，应当正之。故智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说与经同故，智人说经如经也。一一一了一经故，智人显说而合一也，合经也。依法依智故，智人密说便知通之而不记智也。是法非文字故，智人之宗上乎莫传也。圣人如春桃桃而发之也，智人如秋灼灼而成之也。圣人命之而智人效之也。智人故圣人之门之其德殊勋者也。夫智人者使其余为自谓不识世俗文字，及其诚挚也，方一席之说而显道就是。与乎大圣人之云谓者，若何福气也？故其玄德上至深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识乎？莫待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习，帝王者圣贤者更三十，是求其道而易尽，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天且厌之久矣，吾能若此也。与故起尽其道，信闻蒙引海亦欲其为感激守不知，以一后学者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帆报恩光孝禅，四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行游第一。十大师至宝林，韶州为刺史，渠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身坐，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坐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值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行游的法事。一，慧能言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左兴州百姓，此生不幸，父幼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时有一客买柴，时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竹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值了成佛。慧能闻说，素习
有缘，乃猛一刻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冲老母衣两脚，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慧能安置母婢，即便辞为不惊。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列辽，若未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列辽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宗在左右，乃令随众作物。慧能曰：“慧能起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为审和尚教作何物？”祖云：“这个辽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者草场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对，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剑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一知失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无相汝说是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知性，各作一计，来成无看。若悟大义，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极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知欲立根者。众的处分，退而地相慰曰：“我等众人不虚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德。我被慢作寄送，枉用心力。”愚人闻语，总皆习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计？”神秀思维：“诸人不成计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计，将成和尚。若不成计，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成计义，求法极善，密阻极恶，却同凡心，夺其甚未惜别。若不成计，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布廊三间，你请供奉卢真化人家金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计成矣，数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便生汗流：“你成不得？”前后经四日，一时三度成计不得。秀乃思维：“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
不使人知，自执灯，书记于南廊壁间，诚心所见。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记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父思维五祖明日见记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夙夜障重，不合得法，甚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信。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香，忽见奇迹，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而远来。今云凡所有香，皆是虚妄，但留此记与人诵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令门人住香礼敬，敬诵此记，即得见性。门人诵记，皆叹善哉。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记事如作否？秀言：时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记，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乐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智，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记，将来无看。汝既若入的门，复汝依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记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房过，唱诵其记，会能一闻，便知此记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记？童子曰：尔这列聊不知。大师言：是人生死事大，欲得传复依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悟大意，即复依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慧能曰：一本有我意要送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对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童子引至祭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未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深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计，望别驾未书。别驾言：汝亦作记，其事稀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亲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记，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已，徒众总惊，无不皆讶，各相畏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迹，曰：亦未见信，众以为然。次日，祖前至对房，见能邀食充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即对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义，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应魔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根受法，人竟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听无忌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祖父曰：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人未知性，故传此衣，以为性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复本心。衣未争端，只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起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慧则藏。慧能三根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子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橹？祖云：何事无度汝？慧能云：迷时失度，误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身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何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汝大行。汝去三年，无方世事。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诉说，佛法难起。慧能辞为祖义，发足难行。
两月中间至大搜，令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亦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依法已难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躁，即一参寻为众人先，趁即慧能。慧能直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性，可立真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多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坐磐石上。慧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禀习诸缘，勿生一念，无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识，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与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名曰：“慧明虽在黄眉，实未审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眉，善自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慧能曰：“逢缘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称众曰：“向至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称众咸以为然。慧明后改道：“明必失上字。”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毕南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望，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祭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直应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翻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翻动。”议论不已。慧能敬曰：“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应宗言至上席，贞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眉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眉副主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
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人曰法师讲涅槃经，名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境，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运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乐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应宗文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经。于是为慧能剃法，愿是为师。慧能遂。